从眉头和动作分辨，何谓潜藏内心恶念，在迷惑里插穿，看着谁在瞒天，最终发现故事随着我预计发展，虚伪面目无论装得再好心，终还是有数，谎话就是无论演得再好，总捉到你的脑，这样用力逃避一种眼神，其实你已败露，不靠着情报我都可看到，假若最后谁在掩饰也好，心中还是有数，虚伪面目无论装得再好，偏偏欠缺深度，这样用力逃避一种眼神，其实你已败露，不靠着情报你心虚我知道，谢谢医生。怎么样？你小妹妹没事吧？医生说我的手扭伤了。你们两个，原来一直在我后面跟着我，你们竟然可以见死不救。我是你妹妹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们以为他只是想吓吓你，不会真的伤害你。你们两个都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会让你们冒险呢？但是刚才情况太突然，我也控制不了。你为什么不能早点告诉我呢？这件事呢，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对不起啊，妹妹，读到你的心了，别用手遮着脸了，知道你也觉得没脸见人了。就是你不生我的气了吧？原谅你这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我真的跟你翻脸，要告诉你。怎么会有下一次呢？谁知道？好了好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宝叔呢？他真的是老千吗？他回来是不是真的打算骗我们家的钱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抓回警局了，暂停再给他录口供。大哥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开心，但是你真的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什么事了。你不如回警局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宝叔的吧。OK， 那我先回去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嗯。李贤，看着他。OK， 拜拜。拜拜，姚总。怎么样，你的手还痛不痛啊？当然痛了，大哥的账我不跟他算，你我得跟你算。你怎么可以看着我被人挟持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理，一点都不关心我，为什么？算了算了。我很关心你的，我多想刚才被挟持那个是我，我想冲下去救你，不过你大哥不让。你还怪我大哥？我不管，总之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不知道我现在手好痛，我只记得当我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你就不出现，什么都不理。你大哥是我上司吗？他说话我一定要听的。其实全都怪你啊，叫你早嫁给我了，嫁给我你就是我老婆，那我跟你大哥平起平坐，我变成他妹夫了，是不是？那我救你就天经地义，他就不会拦着了，是不是？油嘴滑舌，这样会不会开心一点？不会啊。不会吗？不会。那亲亲应该会好一点，是不是？不要那不要不要。哎，我以为你们守夜多了不起，在大陆认识了什么开煤矿的有钱富豪，原来是老千。这一次啊，被你们守夜啊害死我们了。我们守夜也是受害人，他也被人骗，人家设局坑他有什么办法？秀贤那个前夫啊，没想到他又跑回来再骗我们一次。赵刚，听警察说姚天宝跟老钱是一伙的，这件事到底怎么样你一定要给我交代。秀贤啊，当年呢我听你说过，你说你老公死了我才放心让我弟弟娶你，谁知道现在突然之间你老公又活生生的回来，还是个老千，你怎么搞的？你太离谱了。我现在就要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前夫回来是为了骗我们的钱呢？我你要不知道呢就跟大哥说。妈咪啊，又不关你的事，告诉他们。你看他不说话就是承认了。哎呀，你别吓我呀，我们陈家哪儿对不起你了？帮你养大了儿子，又让你成了一个家，
你还要串通前夫来骗我们的钱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呐？还不止啊，那姚天宝是学琛的亲生爸爸，说不定学琛也有份呢。不关大哥的事啊，是大哥亲手抓宝叔的，根本就不关学琛的事，你们别乱想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爸，哎，守夜，你回来了，警察有没有难为你啊？妈，我没事，那些老千都抓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真是万幸，总算保住了钱。哎呀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啊！哎呀，怎么会想到啊？人家是全家总动员来坑我们呢。学琛，你不是会读心，专门看人的心吗？看没看到你爸爸存心来骗我们呢？警察是你们，贼也是你们。你怎么做警察的？快问问你妈吧，她知不知道那姚天宝回来是骗我们大宏图的？如果她知道，你就应该抓你妈呀。是啊，对呀、啊。妈咪呀、啊，你快告诉他们，你不知道，快告诉他们。你说呀，干嘛不说话就知道了？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说啊。我知道，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天宝这次回来是要骗你们。好啊，你真知道啊？不过不关学琛的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对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们程家，对不起。妈，妈咪，妈，赵刚，你还去追你老婆？这种老婆要的干什么？我们全家人支持你。那如果你去追你那个老婆呢？我们不会认你这个弟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有胆子就去追啊！你们说够没有？没错，姚天宝可能跟老千有关，但是你们怎么能把账算在大哥和四婶身上啊？我老实告诉你们，这次要不是大哥出手帮我，我们不但会没了钱，很可能我连命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命都没了？少爷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妈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妈，对不起啊，雪晨。妈这次真是错得太厉害了，我不应该瞒着你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爸这次回来是要骗大宏图的钱，但是我真的不能说出来。是不是爸爸一直在威胁你？怪不得你最近特别反常了，我一出去你就说要陪我，又要给李贤钱买房子做首期，还说把我交给他。原来宝叔一直在威胁你、啊、如果我早一点跟你坦白，是不是就不会弄到今天这种地步了？妈，你别怪自己了，你不说这件事是不想让我知道真相，我能明白。你知道我一直在等爸回来，如果让我知道他是个老千的话，我也很伤心。所以那天在庙街你看见他出现，又紧张又害怕，也没有把真相说出来。妈咪啊，没有人怪你，你也别怪自己了。其实我很多次想告诉你，我叫你别再见这个人，想告诉你他不是个好人，但是我怎么能说出来呢？我以为自己这样做能把对你的伤害减到最低，但是现在你伤得最深。妈，以前更艰辛的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，这一关我们也可以，没事的。我搬回来住，陪你们。好啊，大哥要搬回来住，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。就算你们不怪妈，但是你们的爹地一定不会原谅我。爹地没事的。刚才的情况你们也看见了，如果是以前，他一定会为我说话的。但是他刚才根本不说话，他一定很生气。我说爹地没事就没事，你有见过他生气吗？他根本就没脾气。大哥，我现在陪妈咪先回家，你去大伯父那儿接爹地回家。嗯。爹地呢？爸爸说在大伯父那儿住几天。一定是大伯父他们又跟爹地说了些什么。你爹地心里一定有根刺。妈咪啊，妈，爸爸没事的，刚才守夜也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跟大伯父解释清楚了，可能爸爸一时没想通，给他点时间吧，没事的。嗯，我不敢怪他，都是我自己不好。你别再这么想了，
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事了。又不关你的事。是啊，你早点休息吧，好不好？其实你不用来看我，爸爸弄成这样，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你的右手，这个身体语言告诉我，你很内疚，也很惭愧，你对自己所做的事充满了歉意。做我们这行的，可以说是杀人不见血，多少人在一夜之间被我们骗得倾家荡产，跳楼的跳楼，烧炭的烧炭，但是我们连眉都不眨一下，因为已经习惯了，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感情。但是那天在海边，当你把支票给我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感动。那个时候我才感受到什么叫亲情。爸，那些钱我还会给你，我会等你出来亲手交给你。傻孩子，爸爸不知道要判多久，钱放在那儿会贬值的。钱不用留给我，你自己用好了。我说过不管多久我一定会等你出来，到时候我可能不再是警察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父子一块儿找点小生意做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不过到时候你别再骗我了，我没钱了。不会的，爸爸出来的时候一定不会再骗人，一定不会。有事儿没得？有事儿。死者什么人？他是东义堂深水埗的头，炭疽的红人君老。君老是泰国华侨，炭疽身边的金牌打手，泰拳很厉害，很多人打不过他的。他是被人活活打死的，腹腔断了六条肋骨，而且还有个很明显的脚印。他应该是被凶手用右腿踢断六条肋骨，然后撞到墙上，后脑受到严重撞击致死。没错，这也是我们的初步估计。还有，死者双手双脚的关节都打断了，相信在死之前已经被凶手打断了。很明显，死者死之前凶手折磨过他。什么人那么大仇？谢谢。幺三，这个君老平时做事心狠手辣，到处都是仇家，很多人都想杀他。可能是私人恩怨，也可能是社团仇杀，狗咬狗。冷静一点，团军，开 party 啊！住嘴啊！我兄弟在里边被人干掉了，我现在为他录记，碍手碍脚，告你滥用职权啊！叫周律师来。你要记他也等我们办完事啊。查了这么久，查到是谁干的没有啊？有点线索，不过不能告诉你。就是不知道了，指望你们废物做事，早就完蛋了。你说什么？冷静点，住嘴啊！好，你们查不出来是吗？我自己去查。韩军，你想去太子那间桑拿找他去按摩呀？你说什么？你以为君老是他干的？大家都知道，虽然你跟他同一个社团，但是不合。我劝你回家洗个凉水澡，别那么大火。好。幺三，你怀疑他们东义堂狗咬狗？有可能。现在最重要不是让炭疽去搞太子，
你们两个去太子开的那家桑拿去找他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找太子回来，除了可以跟他调查之外，还可以防止探局搞他。嗯，那不是警察做了黑社会的保镖？做事了，爷子。 要不是你们通知我，我真不知道君老出事了。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昨天晚上吃完饭就去按摩，按着按着就睡着了。不是被你们吵醒的话，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。不相信可以派人查我。那家桑拿是你的，里面的人都是你手下，你想怎么说都行了。你不是怀疑我跟君老的死有关吧？君老替探局挖你的人过去，又去你那儿捣乱，搞得你没有生意。你一直都想让他死。还有，人人都知道你跟探局狗咬狗。 你们虽然是同一个社团，但是一向都不和。虽然我跟炭疽有时候会吵吵架，不过大家没放在心里。他的兄弟出了事，过两天我会去给他上炷香啊。我劝你还是别去了。我们收到消息，炭疽把君老的事算在你头上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我行得端正的正，什么都不怕。如果不是你做的，谁做的啊？炭疽跟君老那么多仇家，我听说有几拨人想要他们命了。大概一个月之前。 军老抢了屯门车头一批药丸，车头后来知道是炭疽叫军老干的，还有铜锣湾的朝哥，他老婆跟了军老，朝哥早想杀死他了。还有一个叫阿海的，他刚放出来，以前也是炭疽的红人，很能干呢。阿海，他叫赵文海，外面的人叫他海哥，他很能打呢。不过有一次帮炭疽做事的时候，因为出手太重，被判严重伤人，判了6年。但是他在法庭上口口声声说有人冤枉他，谁冤枉他？ 他说是炭疽，还说放出来之后一定找炭疽报仇，还说要杀了他呢。这几个人就是太子提过曾经跟炭疽有过节的人。太子怎么会这么合作，给这么多资料？妈的，这些把戏是假的。你跟太子录口供的时候有什么发现？虽然他说会去祭君老，还说君老是他的兄弟，但是他在说的时候眼神里带着笑意，很明显是猫哭老鼠。 就是对太子来说，君老死了，他应该很开心。炭疽现在没了君老，就像没了一只手，而太子一直被炭疽压着出不了头，看来他忍了很久。你是说，其实太子也有可能暗中找人干掉君老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啊。他这么主动跟我们合作，提供这么多资料，其实是一种心虚的表现。他想制造假象，告诉我们，尽管查我好了。那他是不是罪有可疑的呢？现在这个阶段，什么都有可能的。 他提的那个赵文海，我知道他刚放出来，其实他也有可疑。李邪，你在想什么？太子说过的人都有嫌疑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很低。谁啊？赵文海。赵文海，炭疽以前的红人呢，他本来要坐6年牢，因为在监狱里行为良好，所以上个月提前放出来了。他放出来没多久，君老就出事了，他嫌疑也很大。不会是他？为什么你这么肯定？他腿是瘸的，走路时候一瘸一拐的。 怎么替死人？你怎么知道？中学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学长，他出狱不久，我遇到他，没想到他右腿残废了。赵文海交给你调查，嗯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公私分明。哎，麻烦你一份鸡蛋饼啊。好，10块，谢谢。 快点吧，不然就要迟到了。哎，李邪，这么巧？找你吃东西吗？不吃了，我刚刚才摆摊。陪你啊，我帮你忙。好，吃一份，很醉。好的，谢谢。 那个小女孩是我女儿，她叫佳佳。那个老人呢？她外婆。干嘛躲着他们？不想认女儿啊？是她外婆不肯让我认女儿。你知道他们天天经过这里，所以就在这摆摊。
趁机多看看女儿。嗯，我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可以看见她。为什么她外婆不让你认女儿？她说我以前害死她女儿，又知道我进过社团，怕我带坏女儿。当时怎么回事？跟你坐牢有关啊？别提以前的事了。我现在呢，只想重新做人。我知道卖鸡蛋饼很辛苦，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卖鸡蛋饼，最后能开一家小店。我早晚有机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，我就可以抬起头做人，认回自己的女儿和见她外婆。想开店，你跟我说嘛。我想靠自己。到现在还这么倔。怎么样？今天特地来找我，不是只为了请我吃饭这么简单吧？不是啊，真有些事想问你。如果问我以前的事，就别说了。我知道你很多事不想提，不想提为什么被人冤枉，不想提为什么会坐牢，不想提为什么你老婆会被人杀死。但是这次你一定要让我帮你，不然你会很麻烦。有什么麻烦？再差再倒霉的事我都受过了，我还怕什么？炭疽的红人君老昨天被人杀死了。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我跟社团的人早就没联络了。我知道。你认不认识他？我认识他，但是不太熟。你出来之后有没有见过炭疽？你今天来是想调查我？不是调查你。太子说你跟炭疽有仇，还说你在牢里说过一定会干掉炭疽。炭疽有很多仇家，未必咬定是你做的。你跟过他，知道他为人，宁杀错不放过，他一定会来找你。如果他真要找我，又怎么样？我躲得了吗？行了，师兄弟，别说这些了，不然下次没机会大家坐一块儿了。啊，不说不说不说，来，干杯。是贝尔找你啊？我，哎呀，说来说去还是那一套，别理他了。哎呀，关了电话，人家就找不着我了。找不到你不是更好？不用烦了，我们天天陪你打麻将，吃天酒翅，吃龙趸，这才是自己人呢。我们啊，支持你。赵康没说要吃鲍参赤毒，好像是你们两个要叫的，还算在我头上。总之呢，我们大家吃得开心，你不会闷的。你现在住在大哥这里，我们天天陪着你。现在你应该知道什么人对你好，什么人想害你。我们呢是一家人。开饭了，明天陪四舅舅去秀贤那儿收拾行李，搬到大舅舅那儿住。啊啊！但是，喂，你不会是想回去吧？别回去了，离开他算了。赵康啊，听我说啊，跟秀贤和学琛断绝关系。你替人家养老婆儿子养了这么多年，仁至义尽了。外面漂亮又听话的有的是，你害怕没有吗？那贝尔呢？他是四舅舅亲生的。哎，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给我倒杯热茶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非要留四叔打麻将？其实四叔心里是想回家的，我也跟你们解释过了。这次要不是大哥帮我，我现在还一身麻烦。你们别再当大哥和四婶是坏人了，好不好？你还说呢？就因为你不会看人才被人骗。学琛他们母子啊，现在不骗你四叔，不代表他们以后不骗。没有人呐会把定时炸弹放在身边，还是两个。但是整件事，守夜，你不要胳膊肘往外拐，好不好？弟弟，你干嘛不听我电话？贝儿，其实这么大了还是这样，进来不敲门，人也不叫，没大没小，你太没规矩了。我想找我爹地回家嘛。你爹地不回去了，他不想对着你妈和你哥，说看得心里烦。你爹地不会跟你回去了。一会儿啊，我们帮他把行李搬到我们家里来，是不是真的，爹爹？哎，打麻将，打麻将，坐下来，来来来，打麻将，打麻将，回去吧。是不是要你爹爹赶你走，你才肯走？爹爹呀，该你摸了。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摸牌，以后再找机会跟你爹爹谈了。先回去吧，啊。真的很担心啊，我亲自去大宏图接爹爹，他都不肯回家。
伯父只是发发脾气，老夫老妻吵架很快没事的。他们也许很快没事，但是我跟你的事就永远都解决不了。我们有事吗？那天啊，你见死不救，一点都不关心我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天我想去救你，是你大哥不让吗？你别说大哥了，他已经够烦了。宝叔又被人抓了，妈咪爹地又不肯住在一起。对了，你经常看见大哥，他怎么样？不觉得有事啊，他一颗那么高。我最近打给你，你干嘛老是不回我电话？你很忙吗？约你出来又说没空，什么事啊？那，你别骗我，爹地生妈咪气也是因为妈咪不够坦白。不是，最近有个认识很久的朋友刚刚出了狱，他好像跟这个社会脱节似的，我就去看看他。你有朋友坐过牢吗？以前中学的学长还一起进过警校。好好的做警察又为什么会坐牢呢？哎，真是说来话长。后来他没有做警察，却参加了黑社会。我当时觉得他无缘无故好人不做，要去做小混混，但是最后见了他才知道误会了他。他坐牢的时候，他老婆突然被杀死了，他还有个女儿，但是他岳母认为是他害死了他自己老婆，所以不让他认女儿。这么惨呢？是啊，所以我常去陪他，看能不能帮他。即使朋友有事，是应该帮忙的。那你说的啊，别怪我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别再问了。该说的都说了，那不该说的是不是还有很多啊？你可真无赖啊。爸爸，啊，学晨，是你呀、啊？你妈叫你来的。爸爸，你几天没回家了，妈很紧张你、啊，经常闷闷不乐的，回去吧。你不用太紧张，我没事。守夜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说幸亏你出手帮他，我们才不会被人骗。其实这次这件事，妈也是受人威胁，她不把真相说出来，除了不想伤害我，也是为了家。爸爸曾经威胁他，说如果不帮他，就会对你和妹妹不利，所以妈这么做也是想保护我们。是，就算他有一百个理由也好，但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夫妻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如果他跟我说了，我至少也可以帮他分担一下。妈就是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爸爸你别想了。夫妻之间不是应该坦诚吗？老实说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会骗我的钱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他会跟天宝藕断丝连，但他这次他瞒着我，我真是很生气。其实我之前也误会妈了，我觉得他对我爸太绝，太不近人情。有一天我在庙街碰到丽仙姐，之前妈那个死对头，原来他有癌症，妈去帮他义唱，我才知道我错怪了他。我答应了妹妹一定要带你回去，你跟我回家吧。大伯父他们全都劝我留下，现在突然跟你回去。你在大伯父这儿住几天的确是无所谓，你要常住下去人家会嫌你烦了。哎，那倒是，我帮你收拾。哎，行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哎呀，麻将打得太多了，打得我腰酸背痛的，好像扭到了腰啊。明天我要去看医生啊，可能晚一点才能来了。哎呀，你弄伤了腰就别再打了。哦，哎，不要紧不要紧，小意思啊，没问题的。谢谢啊。好了好了。哎，妈，你打给谁啊？啊，我取消了澳洲的机票。啊，那航空公司要罚钱的，差不多2000块啊。罚钱就罚钱吧，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怎么能扔下你四舅舅呢？姐姐，你不用经常陪我的。我们是一家人嘛，说了支持你就支持你，去旅行看朋友什么时候去都行了。哎，四叔，你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，可能受风着凉了吧，没事。哦，你会不会流感呢？姑姑啊，我陪你去看医生吧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去行了。大哥，嗯，我出去一下。哦，对对，小心点啊。哇，他这么咳，我们天天跟他打麻将，很容易传给我们的。我们说好了陪他打麻将的，如果现在不跟他打呀，那不是嫌弃他。我已经把话说给他听了，如果他聪明的话，也知道该搬走了。哦，原来你们是串通好的。
你不要乱说话啊！是你惹他回来的，你给我搞定他。他们回来了，爹地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给你熬了粥，知道你感冒一定没胃口，不过也要喝点粥。我去盛啊。不用了，我想歇一会儿。哦，那也好，歇一会儿，待会儿再吃。谢谢，好好休息。原来你搬了这么多东西到你爸爸这儿，打算常住。一次搬不完的，我想呢，你要多搬几次。不要紧的，虽然租约满了，但是钥匙还没交呢，还可以有几天时间。求求你，方姐，再帮我几天。好像是你的同事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真的帮不了你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就这样了啊，拜拜。喂，方姐。展婷。哎，姚 sir， 安婷，哎，这么巧。刚才什么事啊？那个方姐咯，我的钟点工，一直帮我带着 Jacky。他说他儿媳妇刚生了个孙子，要回去看儿媳妇和孙子，没空帮我看 Jacky。 我叫他多给我几天时间也不行。现在 Jacky 没人照顾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样好了，你带 Jacky 来我家，我先帮你照顾，那你就可以慢慢再找钟点工了。你帮我带儿子？嗯，没问题啊。那麻烦你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带 Jacky 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？今晚？嗯，因为我先生呢还没见过 Jacky， 我想让他们两个先见见面。也好啊，之前大宏图的案子你也算帮过我忙了，我应该请你吃顿饭的。现在我妈都开口了，这顿饭就当是我请你了。那好吧，晚上见。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去接儿子放学。我送你啊。不用了，你送安迪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一提到 Jacky 呢，他就很紧张。哎呀，哪个做妈的不紧张儿女啊？你现在这么大了，我不是一样紧张吗？你想吃什么呀？冰激凌。别理他，他一定这么说的。我们冰箱里有冰激凌哦。哎呀，不过被我吃光了。别担心，我一会儿去帮你买，好不好？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？芒果。姐姐也喜欢吃芒果的哦。别宠他呀，一宠他就神气了，看他样子多神气。吃冰淇淋也行，不过要先吃完饭，还要多吃点菜，还得多喝点汤啊。让我来吧。爸爸，你这招真是永远有效啊。妹妹小时候行，现在也行。你也多喝一点。不用了，我饱了。弟弟，叔叔不开心哦。嘘。Jacky 睡着了。是啊。刚才看见你跟我妈在厨房聊天，聊完之后，我妈的心情好像轻松了很多。你跟她说了些什么？不告诉你。没什么，其实女人很简单的嘛。你肯花点时间跟她聊聊天，她就不会有时间钻牛角尖了。不钻牛角尖就没事了。其实我跟安婷没说什么特别的，只是闲聊而已。反正 Jacky 以后也要去你家了。我去接儿子的时候就顺便跟安提聊聊天。谢谢你，其实不是你送 Jacky 来我们帮你照顾 Jacky， 而是你有空来陪陪我妈。干嘛这么客气啊？不是你帮我就是我帮你了。不过我也不知道还可以带 Jacky 去你家多少次。那倒是，以后你也会找个人照顾 Jacky 了是吗？是啊，我怕我没找到人之前 Jacky 就不在我身边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前夫想要回儿子，他最近做生意赚到点钱，又有了个很好的女朋友，听说他们准备结婚了。他跟我说要接回儿子，因为他能够给儿子家庭温暖，而我呢不行，因为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而且还要工作，所以没时间照顾儿子。怪不得你今天那么紧张留着那个方姐，你是怕你没时间照顾儿子，然后被你前夫抢走。嗯，我真的很怕，我怕会没了儿子。哎，不用怕，我帮你想办法，好吗？别这样。OK。别担心了，安迪跟 uncle 那么恩爱，很快就没事了。爹地人是回来了，但是他变得不爱说话了，有时候一早就出去了。好像不想留在家里似的。嗯，我想 uncle 也是暂时还不能接受 auntie 骗他，等他消了气， auntie 跟他解释一下就没事了。
希望是这样了。他们一直什么都会跟对方说的，从来都不会隐瞒。但是这次妈咪为了宝叔骗爹爹，难怪爹爹会生他的气啊。被人骗是很惨，还要被自己老婆骗，给他点时间。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就是坦诚，既然是爱对方呢，就什么都要说出来，什么都不能隐瞒，要一起分担嘛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尤其是对自己喜欢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千万千万别骗我，不然的话你会死得很惨的。我这么恶毒，祝我死。喂 ，OK， 马上到。警察，住手！不关你事。有种别走，走走走啊！怎么样 ，Sorry 啊？来，把鞋穿上。谢谢。来，起来，来，来，啊，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探局的人打你啊？不知道。刚才我想去摆摊，没想到被人跟，就打给你了。我说他们一定找你。来啊，我们去报警。不用了。呀，你被打成这样还不报警？报警不是更麻烦？不用了，先别管他了，走吧。说了不用了。你不报警也要去医院吧，海哥？我没事啊，我现在不是挺好的？行了，帮忙来。你叫你去医院你不去，叫你报警你也不肯。报警有什么用？无凭无据也抓不到他们，何况我又是有案底的人，如果真惹火了探局，就不只是刚才那样了。总之你要有什么不舒服啊，记着说话，别死撑啊。哎，行了，谢谢你。十几年兄弟，客气什么？那倒是，中学到现在也十几年了吧。那时候我是中二，你是中六，我在全班个子最矮，总想打篮球增高。谁知道你却被篮球队那个胖子强经常欺负你，还笑你是矮子吗？你记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那家伙特别可恶。幸好有你这个学长兼篮球队队长帮我，要不然我连球都碰不上。你可神气了，放完暑假回来比胖子强还高，球技又突飞猛进，吓得他马上退出了篮球队。要说起来啊，全靠你帮我练球啊。不过说实话，上学的时候真是最开心的。那时候你帮我，现在让我帮你好吧？这里啊，环境真不太好，干脆我帮你找一间，不然你跟我一起住也好，我一个人无所谓的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单身一个人，不习惯跟别人住，这地方挺适合我的。随你便。喂，他就是嫂子。是，就是他。他到底怎么死的？这么多年兄弟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是我不好。要不是我一时贪心，他就不会死。念慈，老公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你被人打啊？没事，我自己不小心一不留神滚下了楼梯。你一个人在里面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啊？放心，我没事。你的肚子？我生了，是个女儿。是吗？生了个女儿啊。嗯，好，你好好想想她叫什么名字，下次来的时候告诉我哦。好，下次来的时候。不知道有没有下次。你说什么？没事，念慈，你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，别让她有事啊。嗯，对了，那些人还没有来找你？有啊，他们隔几天就来找我，不过我想我能够对付他们的，你放心吧，我把女儿交给妈咪照顾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你记住，不要到处乱跑，别让他们找到你。嗯。还有，千万别相信其他人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念慈，你听着我说什么。你记住，要去拜我妈。拜你妈？
对，拜完我妈之后，带女儿去玩，越远越好。燕慈死了之后，佳佳就跟着她外婆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认回自己的女儿，但是全都怪自己不好。我要不是贪那400万，她就不会死。知不知道谁做的？我也很想知道。探局跟太子一直很想拿回那笔钱，念慈的死一定跟他们有关。谁拿了那笔钱，谁就是杀死念慈的凶手。我知道嫂子的死对你打击很大，但你千万别打算报仇，知不知道？我怎么会报仇呢？是我不好才害死了念慈，其实我自己也很内疚，我不想再出什么差错了。那就好了，我只想知道谁是杀死念慈的凶手，然后抓他坐牢，还念慈一个公道。放心吧，这些交给我。到时候真相大白，我就会认回自己的女儿。我要跟她过些简简单单的日子。我要重新开始，重新做人。一定可以。哎，哎，拿着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不不不，你先拿着用啊，就当我借给你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总之你先拿着用啊。以后有事打给我。谢谢。哎，客气什么？喂，怎么样？你在哪儿啊？我买了夜宵，现在去你家。哦，那好，我马上回家。你有急事啊？非常急啊，先走了。你认识路啊？行了，你小心啊。知道，再见。我快要出生了，我快要出生了。我赢，哎，怎么了？他又踢我了。哎呀，你敢踢妈咪，以后他的脚法一定很好。一定是儿子吗？我喜欢女儿。女儿我也喜欢。是吗？男女我都喜欢。来亲一下。哎呀，好痒啊。在迷惑里插穿，看着谁在瞒天，最终发现故事随着我预计发展，虚伪面目无论装得再好，心中还是有数。谎话就是无论编得再好，总捉到你的脑。这样用力逃避一种眼神，其实你已败露。不靠着情报，我都可看到。假若最后谁在掩饰也好，心中还是有数。虚伪面目无论装得再好，偏偏欠缺深度。这样用力逃避一种眼神，其实你已败露。不靠着情报，你心虚我知道。